熊熊帮帮团案里的爆笑名场面。熊二，汽水喝多了可不好。原来你不喜欢汽水，俺帮你喝了吧。你就是因为太紧张才打嗝的，放心交给俺吧。不，好酸啊！俺觉得还是苹果好吃。俺觉得都好吃，反正光头强也不在，俺就帮他多吃点。打了个大喷嚏就不打嗝了。